and it said, welcome to New York. It's been waiting for you. Welcome to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晚餐，然后回宿舍，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集合。我其实现在有点害怕，因为目前到的交换生除了我以外，全部都住在另外一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总之我可能要先打电话给我的学伴，这样。拜拜。其实我已经好久没有录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录音，因为这几天我们都在团体行动。然后我现在是几点？现在是7:39。然后刚吃完晚餐，然后我超开心的。这其实我前几年都没有录影的关系，其实有点是我很累，就是时差问题，然后我心情又不太好，因为我室友一直没来，然后我就很担心害怕。就是我当然希望我室友是个很好的人，可是我就很害怕很凶之类的。然后我就自己想很多，然后再加上我好像又有点感冒发烧，然后我就一直自己东想西想，然后我就让我自己的心情不太好这样，然后就有点 suffer from depression 嘛，可是好像又有点没那么严重哦，有点忧郁之类的。然后但是刚有一个学姐她终于来了，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住在 section C， 然后我是住在 section B，只有我跟那个学姐，就是一直还没有来那个学姐住在这里而已。然后其他人都住在另外一区块，所以我每次就是我们要道别的时候，就只有我要走到另外一边，所以我就其实，然后现在又还没开学，我就其实很害怕这样。然后所以他来了之后，我就很开心。然后我现在真的是心情好很多。就是我觉得我白天我应该还是不会拍，我觉得我不太习惯在大众面前拿摄影机，就是自己对着摄影机讲话这样。那可能是专业 YouTuber 才可以做到吧，我还不是，只是想记录个东西啊，想录个影片来记录生活而已，所以。就其实之前有人说想要看 room tour， 可是其实我房间也没有很大，而且我也只在这里4个月而已，所以其实也不会 decorate 太多东西在墙上或者什么之类。可是像你们可以看到后面，现在就是我室友其实是 Native American， 然后他们可能上学期就已经是这里的学生了，所以他上学期就已经住在这，然后只是放假的时候回去他自己的家住而已，然后他的东西都还保留在这，所以他的墙上的照片也都可以贴很久。然后我有小小翻他
翻开它的那个帘子，它帘子就是里面的东西也都是满的这样。然后我就是，我应该就是不太会装饰吧，我觉得。那就其实今天的 schedule 应该是还没有结束才对，但是因为我还有一个 final exam 要做，然后就其实也不太想要，就其实也很累了，就是那个我的时差就是虽然有好一点，但是好像也还没有完全调回来，所以我现在没有说很不舒服，但是也没有说状态要非常好这样，所以就继续做作业，最后一个作业做完 This semester will end。 Yay， 拜拜，先这样。What you're looking for has been here the whole time. If you can see that I'm here, you're one time that I've been here. update 我的电脑，然后现在我刚跟其他国际学生一起吃完午餐，然后我们有一些，因为有些人还没用他们的学生证，所以我们有一部分人已经先回来宿舍，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回去那个我其实还不是很熟自己的大楼，反正因为我要去的地方，我要去领钱，然后刚好我要去的地方有，就很像原生社的那种地方，然后我有去逛了一下，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EOS 的护手霜，耶！我手已经开始破皮了，然后我真的，我有十几条护手霜，二十条吧，我放在台湾，然后我居然忘记带过来，然后我就整个，然后我又要买。然后我去领钱的那一栋 building， 它有，这真的是很意外，它居然有，Starbucks 超强的。然后我刚就买，因为我也忘记带水壶了，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全黑的，然后就是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mark 写 Starbucks， 希望我这个水壶的那个。不要太快坏，我不想要它那么快就满是伤痕之类的。然后越来越生活应该感觉越来越有在慢慢步上轨道吧。然后对，想发呆。然后因为我们今天下午没有行程要跑 ，Oh my god！ 我要寄我的那个，那叫什么？那个，我的那个期末考回去给财管助教，不然我觉得他可能会俩工。Yeah，I think that's all. It's so been so tired.然后有点讲英文讲到快要麻痹的感觉，对啊。然后我的室友这几天啊，我等一下还要回我的室友 email， 他大概星期二的时候会搬进来，然后现在是1:35，台湾大约2:35，对，哦，台湾现在是凌晨2:35，差不多就这样。Bye. I hear your heartbeat to the beat of the drums. Oh, what a shame that you came here with someone. So while you're here in my arms, let's make the most of it.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the president of SUNY Oneonta, Dr. Barbara Jean Morris. Do you ever feel like a plastic bag drifting through the wind, wanting to start again? Do you ever feel this so paper thin, like a house of cards, one blow from caving in? Do you ever feel already buried deep, 6 feet under screens, but no one seems to hear a thing? Do you know that there's still a chance for you? There's a spark in you, you just gotta ignite the light and let it shine just on the night, like the 4th of July. 'Cause baby you're a firework, come on show a world.
heart.